有新同学来了，哎，有 Marky 哦，大家好，阿杜，大家好，卓文谦，有欧汉生，大家好，有罗志祥，喂，的好朋友。注意了，我们现在看看他们头上有什么吧。害你在辛苦难开游戏规则，这是一个激荡你脑部神经的陷阱游戏。每个艺人头上的牌子中会标示自己禁止做的动作或禁止说的话，其他人需要以引诱或陷害的方式使被害者出局。一旦出局，就立即遭受万金封顶的终极惩罚。出局者可重新加入战局，回合结束时将选出今天的最大赢家。等我剩下一哇，血压都去那么像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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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，怎么走去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打架，休息跟人打架。呆子，哎呦，呆子，哎呦，呆子，哎呦，哇！你要做啊，快点，我们这个玩了就赢了啦，快点，不要了，你的腰撞过，不要，好重，哎，我摸到了，我摸到了，拉住了，我去，电动台全国最好看节目马上登场，是一个教室啊，真的吗？课堂，新学年的开始，你干嘛学阿杜讲话？人家今天先只能这样子啦，来看一下，哎，比较像丽晶，比较讨厌，你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有没有？辛辛苦什么长啊？还通人性，来来，一百 ，Michael， 哦。哎，他不懂这个啊，你不会讲这个呢，对，真的，对啊，他很少讲这个，那就看我们的技巧了，哎呦，因为他个性很害羞，所以他是不会讲这种东西，应该不会说话哈，嗯，那老哥在害羞啊。哦，大家都不讲话是 OK，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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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个字形容 OK 了，好害怕啊，什么东西呀？哎，是什么东西？你难得来，你才看我们这个单元对不对？好，四个字送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每次呼吸就光，自由呼吸就会挂。原来心真善良，不管声音怎么样，爱不是个幻想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厉害了，各位，很难的样子。我们现在教室第一堂课。各位同学，现在请先坐下来。好，坐下，大家找位置坐来。哎，讲真的，哎，康康，我真的觉得老师今天声音好像丽晶哦，真的蛮像丽晶的。你说那个麻辣天后宫女人向前冲，麻辣天后宫女人向前冲，好像，好像，好厉害！你要笑呀？哎，那个声音太像，我们只有四个字送给你，真的，一二三。林正内行，林正内，林正内行，哎，真的不是王力宏，王力宏，你到底要什么嘛？好了，班长同学，今天有一位啊新转来的，我们先请他跟大家起来，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好，卓文谦来，卓文谦，跟大家问候，跟同学大家自我介绍，快点，自我介绍，同学大家好，好好。大家好，
산초리好冰哦，好冰哦！老师，啊，文馨同学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不是老师，我是丽娟。哎呦喂呀！坐好啊，好啊！哎呦，班上还有哪一位同学是从国外来的啊？国外来的，哎，那位男同学，啊，是哪一位？对对，哪一个国家？新加坡。新加坡 ，OK。老师他很会唱歌，真的吗？对，会唱，他唱歌真好听。他现场唱的跟 CD 一模一样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介绍一下专辑。嗨，大家好，最近刚新歌叫什么？刚刚出了国语第四张专辑，叫做。下雪，下雪。我第五章，你第四章。对，唱下唱两句，我们听下雪。预备起。说好两颗心要唱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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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还难得很难没有沙哑，哎呀，唱歌沙哑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找别人，现在唱，现在唱，不是，现在找别人帮他打歌，我们有一个新同学也是帮他打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来，老师，来音乐，来，四个字，要对嘴，我对嘴都在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，坚持爱比我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剩下一片空虚。哇，血压都去那么像，好像哦，好像。你是偶像，你怎么会搞得跟星星一样？不要模仿我动作，换别的给他，好，来，好，回去唱。这次真不容易死了啊！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还好。哎，阿杜同学，这你应该，你从新加坡来啊？对，新加坡有什么？介绍一下，哎，我介绍一下，他是啊，每年的新加坡旅游节啊，旅游大使，旅游大使，对。我有去过，你去那边都吃什么？好玩的地方吗？吃的很多嘛。对，有一个东西叫什么海什么的海南鸡饭。对，还有。原来会，我要害他嘞！没有，小心，不是说人家叫你什么你就配合。这个不会死了，这个真的吗？难一点好了啦。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就难。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配合，就不要理他。人家讲什么你都不要理。介绍一下，还有什么？马天，你要吃过新加坡的？新加坡的拉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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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吃巴古德的？巴古德有吃过吗？肉骨茶，这个也可以。当然可以，海南鸡啊，海南鸡跟巴古德，没想到有两个。好。那新加坡的艺人有几个人？你知道？新加坡我知道，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孙燕姿，孙燕姿，通通讲出来。孙燕姿，李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林俊杰，你要讲出五个，林俊杰，然后孙燕姿，阿杜，哎，还有谁？怎么大声？你不知道？没事，哎，是吧？这个。
就是他自己了，来来，真的吗？这位，快点来。哎，阿杜，阿杜在唱一首新歌吗？你们聪明的吗？阿杜，我讲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比，说耶，好棒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用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耶耶，不要大拇指了，大拇指，一二三，耶耶，不是啦，大拇指一定要大拇指，一定要吗？一二三，耶，奇怪，你这鼻子不同。哇，这样子，你们不能一直攻击他啦。对，三次呢，对不对？人家阿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阿杜有多好？对，很好，他很温柔。然后唱歌怎样？对对。唱歌又很好听，然后人又很善良。很善良。然后又长得怎样？还有很帅。哎，对。黑到边，称赞别人一下。对呀，没事干嘛称赞别人？哦哦，这个干嘛看我？呦呦呦呦呀！呦呦呦呦，宪哥将会使出什么样的陷害手段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？你放屁哦？没有。带走。没有放屁。我真的没有放啊！你有放？我没有问题。早上承认了。你要做啊！快点，我们这个玩的就赢了啦！快点！不要啦！哎，你们要中过不要？好重！哎，我摸到了，我摸到了！拿住了！天哪！接着拍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。呦呦呦呀！啊啊啊！班上同学有一个人，他的 rap 很棒，他就是 NONO， 来 go go go。 这么说，我的 rap 其实也没有说很厉害，但是我旁边的这位欧汉生同学，他是真的 hip hop 出身的，现在叫他来 rap 蛋。Yo， 你很屌 ，Yo 来 ，Yo Yo 到你 ，Yo， 谢谢谢谢，我是阿扁，现在换四声唱来唱给你听啊。因为我听说你很难害啊，真的吗？来来，给他一个男的，好，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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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。Yo yo yo， 来啊 ！Yo yo yo， 这么久以来，从来没看到阿杜唱 rap， 就是没有看过他唱 rap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？你放屁哦？没有。带走。你有放？我没有被骗。早上承认了啦。承认说有就好。好，那到底谁放屁？到谁来唱？刚我真的闻到臭臭，到底谁？我闻到，我闻到。欧弟吧，刚刚应该马屁吧。哇，你看。
别人。还说你在家里都练很久都不会死。又又哎，等等等，哎，怎么了？别动。自己看看合不合理。从头太容易了吧？不是，从头到尾只笑。你刚刚的脸课也是这样子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对呀，我们只能说您真内行。害他害不到，真的很难害。可能真的不是王力宏。啊，这个这个这个，这 OK。哎，都是他唱新歌，我也要唱我的新歌啊。老师，老舍的来一下。老如叶，这个你会吗？帮我打一下歌。哪一个？我家的门前有小河，有后面呢一定有山坡，山坡的上面野花多，人们就是在边路。现在看到你在练团 rap， 又又，我们知道康东的专辑大卖，也知道又阿杜的专辑也很卖，又到底谁比较卖？超级卖，又又又又大家一起卖，又开的专辑都超级卖，耶！又现在应该来抓他，出力！你真的懂饶舌吗？看我的嘴巴多可怕！你的眼睛比较……哎，这个不会死啊，不会死，这个这个你可以尽情唱歌跳舞都 OK 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大 breaking， 又耶耶，没事啊，又又啊又，哎呦又又又又又又啊啊，又又又又啊，哎呦哦耶，又又又又，是跳完舞哎走。都忘了啦，阿公有这个新加坡朋友来，对对对，台湾的有适应吗？生活？他之前来讲，热霸社肉霸崩掉，对，他可以讲，他自己去吃一个礼拜的卤肉饭，我觉得他很可怜，我就带他去吃别的东西，连续吃了一个，哎，我们去吃那个什么？吃什么？对，那个什么鸡，那个路边摊那个啊，我们也没给，那个什么？马克，我不是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哇，好厉害呀！还说我很烂，哎呀！你给我记住，没想到他还会害你。对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到底你们带他去吃什么？台湾有什么好吃的啊？你会讲小吃吗？有，好吃的很多啊。哎，伊人讲台语，哎呀，你不来就讲台语啊！我逐摆甲诺诺讲台语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讲台语，爱拢朝你去加上。没有，我之前听你讲过那个路边摊那个叫什么，很好吃的。哎，对，蚵仔煎、阳春面。哦，阳春面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不是米糕，米糕、霸王，啊，都有咸酥鸡。哦，安尼你来弄四道呢？讲的是一样的，手拿不起，他找一根手指头。不是要害 NONO 吗？为什么这样变我？哎呦，卓文萱同学，这个哦，你听说你在暗恋班上有一位同学 NONO？ 哦，我被控。其实是康康啊，只有康康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他是我，他是那。有点像，我们你看这个喇叭可不可爱？来，我的爱心。处理，处理。好可怕！娘娘腔，错，装娘。我们来抓最后。好，我看我们只能阿杜，你的新歌叫什么？坚持到底。哦，之前第二张专辑的新歌。他的新歌叫什么？下雪。哎，对，新歌。下雪可不可以唱 rap？ 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他很厉害 rap， 你不会死的啦。OD 很厉害，舞蹈的 rap， 舞蹈都不会死。Yo yo， 就快要下雪。Yo yo yo， 心开始凝结。Yo yo yo， 看着会快会耶，终于要下雪。快点冲，快点冲，拿到，非常好听，希望大家冲耶冲耶耶耶耶耶耶耶。裤脚必带 ，breaking。新专辑，我们再下去，他真的唱了。你给我唱《马吉尼加》。抱着，抱着。好，红蛇，谁叫你要帮我避过他？哎，好了，准备，拔河。躲到我们后面要打广告了，好聪明哦！先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《八九》。狗年，狗年行大运。哎呀，真烂！来，啊，狗年行大运。好运旺来。狗年谈成，不行，狗年谈成。好运旺旺来。哎，好运旺旺来，对嘛？我要祝福大家，哎，今年生意有够赞，有狗赞，有狗赞嘛，对不对？鸿福齐天，有狗爽，我告诉你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才行，狗日新又日新，太好了！新歌打到哪里？新歌打到那个神枪手，神枪手啊！而且有狗哎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不要唱一下？要不要？来，三个人拿这个唱，很有感觉哦。喂喂喂喂喂，一二三四，你正在爱上的时候是神枪手。
每次一推出就是小刷小害了，就跟今天年货大街一样，好吗？好，给他们加油一下。狮子路口文物版规则说明：这是一个边走边吃边吃边玩的文字接龙游戏。参赛者必须把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，并且把它吃光光。在游戏进行过程中，每道食物不定时会有文跟武的考验出现。通过文武考验之后，才可以接到下一道食物哟。凡是最后两名的队伍将接受史上最残酷的惩罚。好，欢迎三位新潮，动物新潮的主持人，来欢迎他们三位。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来。过年还欺负人，对吗？哪一年不欺负人呢？平常都欺负过年，更不用讲。哎，好好讲一下，来。好好好。今天的谜团是牛肉干。牛肉干，最会吃牛肉干。超好吃的牛肉干。牛肉干，太好太好，牛肉干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出发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三位，剪刀石头布，看怎么分手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好 ，OK。那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，好。好。都出石头，你就看的是谁跟谁。不会那么巧啊！再一次，剪刀石头布。哦。哎，好，我们俩。也是一样哎。来，我们两个菜头。那什么菜？哪有菜头？一二三，菜头。菜会。哎呦，好好笑。菜会，菜头会。对呀，那么可爱女生，你不觉得在哪里有？好了，我们大家准备出发了啊！来，我们狮子路口出发了。嘿嘿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大家好了，新年快乐了吗？有一家我知道，有一家牛肉干很棒。来啦，罗密啊！你来了，我等你。相信我，你这个比我更大只哦。你来啦。起来四哥牛啊，这次我看到你了。哎，左边，哎，右边，右边。四哥牛啊，哎呦，最近哦，哎呦，未歹哦，身材也未歹哦。原来在这样玩，哎呀，这是怎么赢？未歹哦。哎呀妈呀！前面哎，前面有敌对的人在前面。上次啊，上次我被那个。闪电狼代赛输掉了，对不对？他是我输啊，你也输。对啊，记错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没有，我被闪电狼代赛也输。真的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所以这一次一定要赢，好不好？一定的。一定要赢，哎。好。哇，你很受欢迎哎。还不错。对啊 ，OK 的啦。啊，好多吃的。哇，新年快乐！啊，谢谢，多谢啊，我们谢谢。一百一分，那是不是你都好心情的一票？哎
牛肉干，那我们要煎什么？牛肉干。哎，你有卖干面吗？有。卖仙草。
超仙草来一杯好了，来一杯，来一杯，来。这个对女生好。好，干杯。看吧，笑好笑。哎，送。谢谢。啊呀！好气哦。好猥亵哦！我被烫到了啦！好了好了，哎，糖果请你吃两个啊，等一下再来找你们啊！谢谢谢谢，哇，这是香味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等过来哈。好，谢谢谢谢你们。哦，谢谢他们哦，赞赞赞赞赞。哦，好多吃的。怎么？感觉一点都不紧张。我们会不会吃太多了？会。真的？对，而且刚刚被诱惑到那一摊去太久了。哎，我想我们都想吃，很大。每一样都想吃，对不对？来，赶快。紫玉米，紫玉米，紫菜蛋花汤，喝蛋花汤，紫菜金门蛋花，好，欢迎试吃看看。是，紫色郁金香。哎，这里花生。这个紫豆花生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一百啊！来来，要钱干嘛？生根？根本都是不用钱嘛。对啊，都不用付钱。对啊，这沿路从那边从那边走过去，又走回来，就吃饱了。对啊，还不错，一颗不够。过年过年都不用回去吃了。不够了，来了。哦，谢谢。这个也很大声啊！我比你还大声。哎呦，真的。苹果，这声音比你还大。对不对？来拼一下。黑金哥是我们台湾的名产呢，真的，世界有名的呢，好好吃，台湾才有。金刚哦，这个吃了不长痘痘啊。金刚，对，弟子们，一句，一句回忆录，不长痘痘的了，像金刚一样，他吃了等于像金刚一样。有有有，中中毒了。这里还有帮人家送到家就对了，好贴心。哎呀，你看这时代就不一样了，阿彪柯志海，阿林本来是柯志海哟，还躲到我们后面要打广告，好聪明哦。哇，嗨嗨嗨，先生，哎，啊好，等一下来找你哈，等一下，好好。哎，干的米粉，干米粉，哎，干米粉，干米粉。米粉妹，因为我是新竹来的，真的吗？都叫米粉妹。哇，没关系啊，加一点面也没关系啊，好吃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哦哦哦，看起来就好吃哦。要加辣吗？可以啊。你敢吃加辣的吗？嗯，一点点没关系。啊，好可怜啊！好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干米粉。嘿，牛肉干干米粉。来，我帮你开。这里人家货，这叫我们这样哈，这叫我们吃。快，来拿。这样把它裹上。这个卤肉真的很正。真的吗？来来，这给你。米粉在下面。哦，它米粉。哦耶。对，它是那种综合的，有没有？哦。迪化街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哦，什么都有，而且大家都好热情哦，一直请我们吃。
边吃边钱的拍摄嘛。是不用钱的，然后又一直说我很漂亮，那人生真的很幸福。对啊，嗯。而且整条路下来一直叫刘德华，害我那么大声。啊！我叫我自己刘德华。刘德华。嗯。那我们要去画一个吗？对啊。我要吃完了。你再吃一口，比较满。好。好，喝了。今天应该会赢吧？我觉得肯定会赢。真的吗？嗯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总觉得不会赢哎。为什么？你很少赢哎。我常常赢哎。真的吗？嗯。对不对？我们去上海一组有没有？还把人家那个路灯弄断有没有？撞破有没有？就在那个餐厅啊，然后车子倒车不是撞到，把人家那个路灯的那个玻璃整个撞断了。然后那个人还在里面模仿刘德华。对。有没有？对。哇，那好好笑。好。吃完了。吃完。好，给小莲子，谢谢。走，出发。花生，生米煮成熟饭。不是，要结婚了。哦，这样的。谢谢生生不息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邮差。谢谢。不好意思。生个小孩好过年。哎，你真的很想生小孩啊？没有了，还好啊。生小孩。刚好讲到嘛，生。生芒果。谁说呀？文字使用。谁说呀？对啊，生什么？生鲜果汁。哦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刚刚吃了这么多东西都没有喝到。喝点饮料，喝点饮料。我们随便玩一粒第一名的。白马第二代的。干面。干面，干面，干的意面。干的意面。老板有没有意面干的？麻烦来二十碗啊！谁吃得下？他万一真的煮二十碗怎么办？俺存盘要甲吃不了的对吧？他剩一碗哦，他剩一碗哦，他剩一碗，拜托啊，他剩一碗哈，阿姐。哎，你这么好，我煮到来一点给你。莫啦，他剩一碗，他剩一碗，莫剩一碗，我两个吃不了，我爱神灵哪拢做袂吃你呢？哦，这边哦，哎。老白老李吼，唔是今仔日才咧成功过，你甲看卖，这间已经开30几年咯。啊，干面面茶，眼看着他就要跑掉，老板来一碗面茶，来碗面茶，来碗面的干面面茶，漂亮。但是要先吃那个啦。哦，先吃。这个传统的。先 order。对对对，先 order， 先不吃嘛。要面茶。你得一串。啊，这个是这只是热水啊。好了，没法过，交代之后，需要拍摄能温煎哦，能温煎桂林了，桂林需要拍摄哦。啊，这个就跟北京那个是一样的啦。哇。所以，啊，你在尿尿好准哦。谢谢。哦，来啊，我们拿到旁边来吃，这打哦，嘛没杀到桂林啊的地方了。哦，来，谢谢，来干面。快点，我要赢。今天我们哦手气真好，有没有？干面面茶，茶就茶瓜子嘛，整条都是。茶瓜子。哎，有人在吃虾仁羹哦。干什么？分享很好吃哦。干什么？一人辛苦。对啊，我们那么辛苦，他们在吃虾仁跟虾仁羹，哇，真是。好，一人一半啊。哦。今天来这有过年的气息了哈。有啊，我们穿的一身红色。嗯。嗯。哇，好吃。嗯。哇。啊，这里啊，请你把鼓，这里来，过来，好，来，快，粉啊，粉云冰，真的吗？
还原动画好不好？小心小心，有车子有车子。哎呦，我也要。小心小心小心，来来来，还原动画好了。老板，哎六哎六，还原动画我，不要。哎呦，太好了太好太好太好。嘿，宝弟，不要照你嘿，他给我一碗还原动画掉哦。赞赞赞赞赞 ，OK 啦。哦，谢谢。啊，搁一支汤匙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，哦来来来，这里。哇，来来。还原稻花。会不会下雨？不会啊哈。火车来了，站旁边一点。我被吓到。火车来。唐老魏，在吃豆花之前呢，我有一个讨厌，可以先放在旁边好吗？啊，我说屁呀！哎、欸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要先往前，要先往前。要先往真的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，阿舅，小姐，好，带你过来，因为一共被扣起啊。小仙子说不要再吃了。一共被扣起，被扣起上面。好，来这个今天的无考验是，请在一分钟之内做破12颗气球哦。真的假的？就是说呢，猫哥球放在椅子上面坐，是不是？坐着，然后屁屁坐在你身上。你用冲的，12个，好，加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来，在这边，好来，在这里有屁股装一个刺，快快快快快，要快点，你们要快点送上，快点，好，你要助跑吧，哎，大姐，来来，真的假的啦？计时开始没有？你的手要小心哦。计时开始，走，快快快快，哇哇，你好厉害，大力点，哇。你要做啊！大力一点！哦，快点！我好害怕！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都用跳，对对对，一二三跳！我好害怕！再一二三！哦，快点！啊！快点快点快点！30秒！快点快点！快点快点快点！几颗了？快快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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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几个？站几个？快！快！几个？14颗！耶！好虚弱。14颗哎！哦。恭喜你们过关了。过关了是不是？耶！快快快快快！大姐快点啊！你在这边坐，我去拿豆花来。好。哦，谢谢。好。大姐，来来来，快点。好累。要不要喂你？我不知道坐气球会这么累。哇，好累！我也是坐得好累哦，手好酸哦。嗯。哦，在马路中间吃豆花，感觉。等一下，车子来，大姐。车子来。让一下。这样他都看不到是我们在这里吃的话，好，好累啊！我怎么会那么喘呢？我身体好差哦。来，一人一半，把它吃光。好。春姐，吃太少，要吃多一点啦，这么瘦。有啊，吃很多。阿发育已经过了，长不高了。还要再长高吗？这个我从来没吃过。嗯。嗯，好香哦！哎，好香，好感动。我刚才转过来，觉得哎、欸，好可爱，怎么那么圆？我觉得你不是很会主持的，没有，没有妹子，我很乖了，乖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永远像蔡康永一样，很惊讶的哦。这样看起来就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好瘦哦，哇，好瘦哦。然后永远不合起来，觉得啊。对对，你要多像充气娃娃。来了，乖了，乖，赶快吃一吃。你都瘦了。吃得完，我有瘦哎，不要这样。有瘦，有瘦，有瘦。我想要在过年前瘦一点，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无所谓，你什么样子观众就爱你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分析，像柯董，你看，头好捏。也对，你头那么大，大家就喜欢你。阿贝他说你头大。哈哈。哎。没啊，阿贝慢条一乱动。嗯，哇，好好吃哦！好好吃哦！嗯，要吃完吗？
不要患得患失，不用烦恼这些。有些人是怎么样啊？那是要放的时阵就惊漏菜，唔放的时阵佫惊便秘。真的啊，安尼到底变怎？我硬，你甲看，我做一个软木塞，甲拍起来就好咯。没有，那是卖药了啦，对不起。很快吃啦。你我丢笔哦。老师有没有讲？我有没有讲？100万。老师有没有说过？老师有没有说？老师有没有说？100万，100万，100万。都是那个小姑啊，弄到这个人好爆红。而且你要看真的，还不容易看得到哎。都，走啊走啊，人爆。生鲜果汁，这里吗？生鲜果汁，哎，一杯柳丁汁好了。柳丁汁一杯就好，谢谢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呦喂啊！老板不要卖给他了，干什么喝什么柳丁汁啊？真是的。哎呀，这，哎哎哎哎哎，喂，哎，菜头哥，菜头哥你干嘛？不要理他们了，走了走。哎，那个塞丁，哎，你塞丁脸，小丁脸，干嘛？不要弄。可以喝啊，我喝，我喝，不行啊，我怎么了？先喝吴考验。好。对。我你喝哎。什么吴考验？找到三位阿嬷唱歌，并请上，并请猜出歌。阿嬷哦。哪里有阿嬷？阿嬷哎。天哪，阿嬷，找到阿嬷，要过关才可以喝。我找阿嬷，他可不可以找阿公？啊，在哪里唱？公，你会唱歌吗？阿公，唱个歌啊，上节目嘞，唱歌啊，阿公，跑掉。来唱一首歌啦，来啦。拜托啦，唱个歌就好，很简单啦，上歌啊。我也想试试看做气球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，等一下，等。好不好做？嗯。我跟你说，你把气球唱身上，然后车压过去，气球就会破了。那你要躺在地上求放，你要玩一下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，来。那我坐在你的身上试试看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哦，那你把他，因为人家观众朋友要求了，跟他玩一颗嘛。好了，好了，快了，你可以吗？是我吗？哦，好吧，来，好来，准备了，一二三，哇，你好厉害啊，好厉害。还没做到，没有没有，我来啦，你坐着，你坐，来来来，放好放好，阿手小心哦，阿脚要合并啊，好，好准备，啊，一二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好，再来再来，知道怎么弄了哈，来，啊你要助跑过来，可以。哎，云，坐马过来。等一下，你要冲一下嘛，要冲一下，冲一下，快点。哦，表现的棒，哎，谢谢，表现很好，谢谢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你吃完了吗？还没有，快快快。不错不错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啊？好。啊。啊，好冰啊。嗯。哇。啊，出来了，下班，快点。嗯。加油加油。加油什么？我。来，我刚刚我怎样？你跟咱帮阮唱歌。拜托，唱歌。啊，你有朋友来无？朋友。啊，你好。你要唱歌，要唱歌。你个是？你准备过来？你个是几个人哦？我该几个人？安尼我说你唱偌济？你我在这边。刚刚舞啊，来啊，来唱歌啊，来唱歌啊，好不好？卖照卖照。妈妈。我刚刚了，唱歌好不好？你不会唱歌不？唱电视呢，不要给你，只要带耳机跟着唱就好了。
拜托一下，拜托啦，好好好，拍谁拍谁，没有给你，谢谢谢谢。不要给你，不要给你，不要，没有，一定要正确的。你应该来帮忙节后，你坐这就好了。对啊，哦，去港大不上节目很可惜呢。来，去港大不上节目很可惜。哇，漂亮啊，上节目，来，这位秀杰瓜，来，你们站着。我们让阿妈，天使要怎么乖？好，我让阿妈听，然后阿妈会唱出来。你们这个三个都是妈妈而已吧？什么阿妈？你阿妈干不了那么可怜，阿妈是八岁嘛，哦，阿妹哦，真的哦，你不要去催眠，阿妹阿妹个爸爸我一个来，我要把掌声回阿妹，真的唱出来哦，健康条，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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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哪！很烦啦啦啦啦！这是泰国歌是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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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脱掉！好。啦啦啦啦啦！脱掉！脱掉！脱掉！耶！哎，我前面乱猜的，竟然中！哦，好扯哦！啊，你唱得袂歹啦，我捏到啊！哎，多谢你啊，还好真的是脱掉，谢谢多谢你。来，下一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来，下一位是我，哎，是你，要唱出来哦。唱，有没有惩罚？直接给我惩罚！有没有呼吸？怎么都没有人穿裙子？你好色哦，起来吧！你能不能帮他一下？听鼓声呐！啊，那等什么的，还呛，是你不会看呐，我会表演呐。妈妈，哎，我去练唱歌啦。妈妈，我一句话没跟你讲，妈妈在哪里呀？阿爸我掉，嗨，再鼓励。阿爸我掉，妈妈家里我掉。来，下一位。你在哪里唱？没关系啦，不要紧啦，不要害羞啦。哎，你要像我一样这么有胆呐。对了，不要怕，你几点坐起来？我是。快乐鸟日子。是。把你妈妈嫁给谁？我的家庭。边位女神，请枪手。不想走大。霍元甲。阿妈都在听鼓声，好屌。双节棍。哎，对呀，拿到了。我讲霍元甲，你就想到双节棍。对啊，我想说猜一下周杰伦的歌。只有周杰伦的歌，大家都听不懂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够吗？够。哎，我们去喝那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去喝果汁了。对，去喝果汁，走了。谢谢。
现在看到我们所有好朋友都在这里啊，来到台北2006年我的年货观光大街，带到我们的 SE 的Selina 来到我们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他们的歌，他们的歌现在打到神枪手，我这一首歌真的很好听。rap 好嘞，哎，你要握手是吧？不急啦，你不要这样欺负人家。两个人，哎，搞好关系，不知道握到哪里。哎，爱你哦，爱你爱你哦。他那金针果汁哎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哎，别闹我，挂杯酒啊，挂杯酒。要紧啊，所以刚刚上节目呢，看镜头。来啦，现榨柳丁原汁哦。哦，到时候这一次嘉宾又特别好。你刚刚有喝了吗？有喝。领导，领导，走，下一步。这是果汁。开窗点啊，米甲。啊。哪里？开窗点。走走走，舞台上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见过见过，来来来，哦，谢谢谢谢。他说我啦。麦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拍服。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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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啊？好，我比较高，比较高。不要，不要。那个我们又不买。啊，宝贝，别拍谁了。不是只有九族吗？为什么变十二族啊？故意要为难我们。好，阿美族、阿美族、卢凯族、布农族、蔡夏族、朱族、曹族，有曹族吗？雅美族、赵族、格马兰族，还有什么呢？格马兰族、卑南、台湾族、泰雅族、泰雅族。哇，你好厉害！原来你站在答案后面。有布农族、布农族，还有奶水不足、存款不足啊，还有了啊，哎，欲求不足，存款啊，差四个，还有什么？猪族、卑南族、卑南族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卢凯、阿美、塞夏族、塞夏族、塞夏族，塞夏族还有什么族？什么族啊？达悟族、达悟族、达悟族。泰雅有讲吗？族务族还有族务族，就务族，就务族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哎，总共原住民有十二。我不能讲。你有开上班嘞？你在那里要赶快讲啊！泰鲁格，泰鲁格族，泰鲁格族，泰鲁格族，哎，泰鲁格族，金素梅就是泰鲁格族的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搞错了，我真的搞错了。啊，弄够了吗？够了，让恭喜答对。你这鬼气就会加了，可是嗑瓜子都很丑。明星麦克很好，吃错了，吃错了啦！太厉害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高产呐，哦。这里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了，看到超超了，来一个，走走走走。哎哎，啊，等一下。竹炭花生啊，所以有没有看黑的？有没有听过日本的焙长炭？日本的焙长炭，哎呦，好好吃哦！你吃了你变黑了，好吃好吃，你吃看，真的很好吃。不要骗我！哎，阿丽哦，这个包包一斤啊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！一斤半，卖两斤就好了。
妈吃的啦。叫我要准时啦哈，马上要接任行政院院长，我要去给妈妈送果汁啦哈，来赶快打包哈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先走了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们不是。在妈咪脚呢。啊，也好，妈咪脚的。好，那我们在哪里拿？在迪化街舞台。好，迪化街舞台。就是刚刚那里啦，那赶快从这边。快去过。好，两斤两斤。快快快。这里，花枝丸，老板来来来，花枝丸，这是什么？胡椒粉啊？对，胡椒粉。这边拿。啊，没有，你要吃辣吗？不要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别拿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吃一个。花枝丸。来，快。好好，来，谢谢谢谢。来来来。OK， 好，走走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来，健康导游，请。妈咪小。啊，小天使，关注。哎。欢迎大家来拿米小。对啊，我们是第几个来拿的？我是第一个来拿的。第一个来拿的。那怎么玩？游戏规则很简单。一个人踩，一个人用嘴巴接，只要接到三个黏货就可以过关了。好好好，三种哦，三种，随便选吗？要用嘴巴接，这样自己吗？我自己自己踩，一个人用嘴巴接。好，你踩，我来接。一个人踩，一个人用嘴巴接。那你要在这边吧，对吧？在这边嘛。很逊哎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赶紧赶紧，你去那边了。好，我要踩用力哦。一二三，你去那边接，玩去玩去，快点快点。可以可以，自己踩自己接吗？再一次再一次，好，自己踩自己接。用三个就可以了。进。都没半个啊，没半个啊哈，啊你没有接，加油加油，啊太远了，哎这个比较好踩，你弄大的嘛，小心，机器会痛吗？那我来。你没有机器啊？没有。快点！好惨啊！好累。哇，很惨哦。老难了。很累，别那么多了。啊！再进去！啊！谢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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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大，好大。这个肌肉比较大。快使用双节棍！吹棒！快使用双截棍！再！哦，我好丑，好惨啊！你刚刚好像 AV 女哦！快使用双截棍！哦！这太难了，这是鬼东西啊！气死我了！不要一人恼羞成怒吗？啊！我咖啡掉，好冷静，快点！
很痛。哦，看到，我手机打人了呀。没办法，这太难了啦。接到一个就可以了，还要三个，我哪那么厉害？一、二、三。接到了吗？我也差点接到。对啊。再一次，快点。加油！一个就好了，一个。好，哎，好，耶，这个好，你还有两个，没有了，一个就好了，一个就好了吧，一个就好了，因为这太难了，啊，我的鞋子，怎么可能还有人比我们强？哎，你们应该作弊吧？好，兄弟，兄弟，手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不是，我交给你，菜头交给你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因为我们在这里半个钟头，才接到一个，你们还要玩？现在给我把它解决了。哎，你们第几道菜了？你们第几道菜？快走了。来，再过，谢谢。怎么拿？很简单，一个人踩，一个人用口中切就好了。只要接到一个灵魂，一个就好了，是吧？好来，我不会接啦。你不会接啊？我表演自踩自接，好不好？好啊好。没那么厉害，你踩了我。这样啊。用力，砰！这样怎么可以？用力送，高一点就有机会。好，接轨哦，接轨哦，接轨哦。哎，哎，快点快点。对不起，我们在玩了。对不起啊，来，你要用力用力。1、2、3。老师，有没有跟你讲？有没有跟你讲？有没有跟你讲？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！我已经用力，用力，用力啊！站住我，站住我！喂，好好，你来，你来。好，我接，我接。那你不要太用力。换我们了。来，接着换我们。自由。哎，无所谓啦，快点。没接到。不要这样啦！快快快！哎，很脏哎！哎，哦，太脏吗？对啊。哎，弄大搞大一点，机会比较多了。好了好了。预备。哦。哎呀，该我了，你踩你踩你踩。快点快点，把那个双截棍装进去。好。加加加加加加！没有，问我们，问我们，问我们的，没有这样子的啦。香肠打到头很痛啊！哎，不是，我们先不到，先的，我们先的。哎，我们先试一个嘛，我们先试一个，我们先试一个。他那个还在疗伤呢。先试一个，大力一点。再大力一点。很难呢，是超难的。他这个有问题。不会往后弹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这有问题，自己接的。好，哎，那我们来合作了，好了吧？好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你们两个加油！你踩一次，我来。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难哦！这太多颗了吧？他们过关了，快点，我们。轮到你接，轮到你接。对对，对了。哎，你快喊关了呀！拜拜！啊，不行啦！加油加油，我帮你接个位。一、二、三。好痛哦！好痛，好痛，打的满脸都是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！一、二。绑鞋带，好难哦！喂，怎么那么难呢？快点！哎，我们前面都赢，现在输了啦！快点，快点啦！没关系，你踩，你踩，我们一起接。好，一起接的。好，一、二。啊啊啊！好棒啊！是
真的接来了。Yes。刚吃到什么？吃到什么？茶瓜子。茶瓜子。紫。紫什么？哎，米糕。哎，对吼。高粱乌鱼。紫米糕嘛，紫米糕。紫米糕。高粱乌鱼子就好了嘛。那你要找紫米糕啊？走走走，我要一挖鱼。你们录完了。我的。五道军事蛋糕。哎，新年快乐喽！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棒，有很多都很久没有看到的东西。对，而且大家都杏仁茶，大家都很好，古早味，而且大家人情味。可是我们除了录影，平常好像很难得会来这边。对，要不然真的是还不错的地方。都会被人家围起来，本来想吃东西都变成签名拍照。对，谁叫你走红呢？哎，真的是走红的心酸，自己在那边讲。哎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现在要回家是吗？没有，现在去开。开什么？开路。开路，对。开路，然后找那个。开什么啊，妹妹？嗯，我马子。你有没有？你这边。平常都是你在摸人家，今天刚好摸你。对嘛？反正就是推你就给他撞。推。原味是哪一种？这个是原味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们刚玩游戏不就吃这个的吗？那吃一个好了，吃一个。过年吃红色的，好歹头。粉圆豆花。花枝丸。丸米凉糕，好。花枝丸。哎呦，好热哦。那怎么办啊？嗯，没了，嘉宾完了。拍一下吧，我们要出去了。干嘛？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考验，请说出五个过年的禁忌。五个。那个垃圾。哎，赶快帮忙想会。垃圾要往家里扫。扫垃圾要往里面扫。然后。禁忌。哦，不高级。对啊。不可以往外扫。不可以往外扫。然后尽量少去那个医院啊什么之类的地方。还有要说好话，不可以说脏话。不可以讲脏话。要说好话，不能讲脏话，尽量不要把东西摔破。对，不要摔破。好，那个鱼不能吃完，鱼不可以吃完。我知道，鱼不能吃完，要年年有余。然后那个除夕夜要晚一点睡。对，要守岁。对，不能太早去睡。不能早睡。就是。还有什么？妈妈。没干，我弄你。过年的禁忌有啥咪？过啥咪？睡啥咪？没干干。没在弄破话。哎，讲过啊，说我。不能够拿，阿伯在，不能够拿。哎，别在那边。哎，会紧张的，在跟保护面。哎，讲过啊，妈妈还讲过，阿伯我。可以拿剪刀。别在夹刀。哦，切过，可以去在夹刀，这边过夹好，这边过夹。好，老蒋。好吃吗？可以了吗？好吃，好。好，谢谢。被那个磨石打到脸好痛！你不是说被两个香肠打到这里？香肠打到这，香肠打到这里，紫米糕，好，超值！爱你。这边，走过头啦！这里。还有那什么山药糕，来赶快！我们是紫嘛，紫山药糕，紫色的山药糕，高粱哎，可以，一粒，二四只，哇！来，大家等他们，那家里有，好
那等一下再回来买啊。好好，喂喂喂，紫山药膏好好吃哦。师傅现场制作紫山药膏最好吃。好，这两个同志们能够买啊。好，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。哇，有没有芝士蛋糕？来来，芝士蛋糕，来给我们一个好吗？来来，接下来，接下来。哦，好累啊！我都流汗了，冬天还流汗哦。刚刚那个香肠，那个也不是香肠。冬天不能打人哦。哪里烫烫？来，我看看。哪里烫烫吗？流汗啊！哎，等我一下，先让我谈情说爱一下。哎，流汗啊！师傅吗，亲爱的？嗯，林松英大哥，谢谢。哎，来来，哎，芝士蛋糕来了。来，谢谢谢谢。哇，你是康康嘞？哎，帅哦。哦，美女嘞。那个菜头，哎，阿菜头，菜头。哈哈哈哈哈。谢谢谢谢。菜头翻白眼。好惨哦。哎，我是偶像艺人，你不要听到我叫我做什么菜头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。这很值得敬仰啊！等一下，先通过文考验，请说出五位上过社会版新闻的艺人。A 啦，风寒事件都要讲出来。A 啦，那个摔断腰，然后那个马英九到医院来看我。哦，这是我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。好，那我讲一个。那个马英九摔断腰，A 啦去医院看他。乱讲，没有啊。马英九不算艺人啊，不是我啊，我是艺人啊，我是A 啦。哦，好，先插死宪哥未婚生子。那个菜头，红顶艺人失败，抱着柱子跳楼，要跳楼？没有吧？有有有，有有一件事，哎，对。两件，他还有宪哥啊。宪哥开车酒驾。对，酒驾的事情。然后跟女朋友打架进警局。他们两个打架？有啊。然后。好屌哎。然后还有那个瓜哥的事情，瓜哥炸赌事件，还有那个碰哥，碰哥神枪手事件，还有我们要讲十个，你不要讲那么多，爆什么料？你要得罪那么多艺人干什么？好了，别说了，方顺奇，心知肚明就好。小博，对对对，被打一，陈升被打，好，好了，来来，陈升，很贱，我骂你。袁惟仁的儿子叫王梦玲爸爸，认错了，太像了。因为看电视，他叫错爸爸。这是袁惟仁跟我讲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你快点吃啊，但是我在吃。啊。哇，好累哦，我们红茶。哦。我很怕吃 cheese 蛋糕。哎呦。因为很腻，都是 cheese。谢谢。嗯，洛神茶，真的是红茶，这是洛神茶，红茶，当红的啊。好了好了，随便你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你还讲那个高粱玉子，我们快赢了哎。人家给我问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那你要用歌回答。你不爱我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I want to love me tonight。哎，那我可以吗？可以，形容我也可以啊，形容我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被分到这一组来，因为那个。康哥本身就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，然后呢，那我本身呢也受过疾病的一些困扰，所以我可以感同身受，所以我才会跟他常常老是一组这样子。白云外遇，被老婆抓到离婚，他老婆怀孕，孩子生出来步步祥，社会事件。老爸没有上社会头条被你讲出来，关月出来说 no no。真的，一夜情。是假的，诺诺哥怎么这么那个啊？啊，还有没有跟他一组？要不然哦，我可能也知道。开玩笑的嘛，快点走。等一下，他们没怎么办？
拍照一下吧。啊，快点！快点！幸好，幸好你那么走红，我不用。哎，你别这样子啦，我们一起走啦，快点走啦！今天我没有钱包。一二三，好，谢谢。快点！怎么啦？没有啦，橡皮做的啦，那个假的。快点，我们这个玩的就赢了啦，快点！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uff Boy。小心！啊，好热！你走很慢的，你体弱。我背你。不要！不要！哎，你的腰断过，不要！好重。有没有吓一跳？我背得动你。厉害！厉不厉害？厉害！腰断过，腰断马背。借过，借过，不好意思，小心，借过，借过，最后一道菜了，最后一道菜了，不能哈拉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了，老板们，高粱乌鱼子，有没有？好简单啊，拿过来啊，再杀死在那边的，好，来，那你去摸好了，太简单了，那反正你摸嘛，会啦，因为现在都弄些 OK 的东西了。为什么不给我看？有你不能看啊，不会啦，不会，真的快，不会啦，就蛇有什么好怕的？怎么了？没有啦，橡皮做的啦，那个假的。快点，我们这个玩的就赢了啦，快点！不要了！哎！快点！对不起，借过一下。借过木箱里面到底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啊？哎，怎么可能最后一道菜啊？两个一起摸算了，一二三。对呀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
哎呀，太甜甜啦，哎呀。剩两颗，中间，顺水平安，进来，我来舔乌鱼子，来，别，快点呐，就在眼前了啦。你要不要摸摸看？什么？真的吗？你摸摸看。是什么啦？哎呦！快，赶快！我们吃完了，赶快回去换嘞！那边。加油！赢了！格琳娜最后被我吃了。不认输，再玩一次。哎，先敲我啊！现在敲我啊！你等一下，你玩一玩，他们跑回来你就输定了。快点，我们洗手一起敲锣。一二三，耶！大胜利。好，我们自己去玩，假装我们还在那一关。你不会累？来呀！痕迹吗？没有，他不要帅。干嘛？感觉好像在哽咽，好帅。对。喘，然后感觉好像在哽咽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泡泡，半杯，过年。康总，那个大过年的不要这样。康总不懂。康总交代。康总交代。好冷哦。
十秒都会要站出来，十秒钟流眼泪，不然我们来啦，十秒钟流眼泪啊，真的吗？流眼泪，流眼泪，我们流眼泪吧。如果你十秒钟可以流出眼泪，你那队伴出来，你就不用了。我们这队只要有人流眼泪就 OK。你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我们两个试试看，再相信。十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我的眼泪从鼻孔流出来。喝了，快点喝了。不要了，哎。干杯，干杯。过年嘞，干嘛这样子？过年啦，谢谢。哎，过年可以喝鲍鱼，了不起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来来来，不用干杯，有来来喝鲍鱼，补鲍鱼，来。不用，我用不到，好心哦。好，一种味道哦。哪种味道啊？鲍鱼的味道。来，恭喜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快乐，快乐。七朵托你还挑小杯的，你看看了，差那么多，不干我的事。啊，对了，我是。还有吗？田馥甄。哇妈！一点点。田馥甄在那边吗？田馥甄谁呀？陈娇啊。不是。陈娇啊，是这边认的，是不是？哦，陈立宇。哪有呀？没去报新闻的啦。报新闻的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陈建强。我们赢嘞！明天要去哪里？你都不知道。十秒钟掉眼泪。我也要。十秒钟。一不会沾到。十秒钟吐奶。一二三。喂，你看三秒。五七八九十。喂，你们是偶像哎，不要放哦。亚洲第一天团，表演出那种伯乐这一张，太好了！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来到我们这个啊年货大街啊？希望大家平常要看什么？看节目的时候要知道要支持最正宗的十字路口，大家不要再乱搞了。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好好努力，让我们的唱片大卖，好不好？不要有盗版的，不要靠别人家的。好，加油！再次谢谢大家，十字路口成功了。啊，那么您今天带回来什么样的礼物啊？对对，给看一下。这是我跟我老婆，我们两个同心协力赚来的钱。哎呦，怎么那么开心呢？有，你朋友被打的，很好笑啊。老爸从小，就对你最好了。不舒服吗？啊，没关系，他不舒服。我们因为我当你爸爸都三十几年了，我们可以眼神传递。二弟，二弟，二弟。